那边怎么算啊？我们这边呢，70分钟3000块呢。大哥，你马上要过来吗？你们的套房在哪里啊？请问大哥，你要住在哪里呢？我挖大底地公村啦、那麻烦你呢，到地公村的3公墓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会有人去接应你呢。来个家伙已经是第3公墓啊，拢无人好家仔，要是被人家发现，那我就不用混了。哎，干大哥、你起来了。不好意思、我是这个大专生酒店，我的抱歉、为了这个安全的、所以那个什么这个金宝可借我跟你讲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打太气了，你看麦了。我看一看。没问题的，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那请问大哥，这个好身份证你也验了，可不可以带我去套房？当然当然，走了走了，我带你去，走，出发。有这个警察跟踪啊，经过3个小时的测试，确定没有警察，我才可以安心的带你去的。你不知道吗？这次有一个客人被我带去昏倒一周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现在跟我走就出来走。后来，我终于进入了他们的小套房，金家喜太爽了，也真的有一位妙龄女郎，金家叫你安利供，说会帮我按摩，要做全套，但是他帮我按摩了10分钟之后，他就跟我讲说他要出去拿热毛巾。结果我一等又是2个小时，结果2个小时之后真的回来了。来啊，面头前这位就是感生死人。你们伴的声音哪会差这，我看